前一段時間，無論是範圍啊，定或是嚴重性嚟講，都經歷過最差的情況啦。Hello， 半山肉。咁咧，如果有睇我的片嘅觀眾咧，應該都知道我一直以嚟都有濕疹啦。咁事實上咧，我由出世到而家二十幾年嚟咧，濕疹從來都冇離開過。有時冇啦，有時好，有時好，有時唔好。前一段時間有生以嚟最嚴重、最嚴重嘅時間，無論係範圍啊，定或係嚴重性嚟講，都係經歷過最差嘅生活。當時好沮喪啦，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冇好轉，一直差，一直差。而家睇到我個樣，基本上已經好翻曬啦。其實我今日冇化過底妝。是不是 OK？ 當時面啊、頸啊、手啊、腳啊，成隻腳都是係成身都是咯。所以其實咧，你哋有時睇我啲片，如果會 show 隻手咧，我都會著件 hoodie 著到嚟呢度，即係唔係好想 show 自己核突嘅一面俾大家睇咯。由我最差嘅情況到我而家好翻咧，我係從來冇食過類固醇，冇食西藥啦，都冇特別戒口嘅。咁呢條片就唔係想同大家訴苦咁簡單，即係唔係話濕疹好慘啊，你可憐我啦。濕疹係被證實咗，其實係同情緒好大關係嘅疾病嚟嘅。而當時我覺得我好大好翻嘅一個轉捩點就係我去咗睇 counselor 啦，做多咗一啲關於心理上面嘅嘢啦。呢一條片咧就係用品篇啦，我遲啲就會有另一條片係講心理上面嘅。我睇 counselor 點樣令我變好啦，我做咗啲咩方法令到自己心理更加健康啦，可以好確切咁樣同大家講咧，你哋係會好翻嘅。你哋經歷緊幾差幾差嘅濕疹都好，你哋係會好翻嘅。只要揾啱方法咧，佢就會慢慢變好噶啦。好，咁咧事不宜遲，我即刻開始同大家分享我嘅方法啦。第一樣嘢咧就係 review 你哋而家用緊嘅 product。我自己情況咧就係我由細到大一直都係用緊同一支 cream， 你會覺得佢好無害，你聞落去佢就一隻好純嘅一隻油。油味冇任何嘅添加啦，搽落去就一层油咁样。由上到大我都唔觉得有咩特别。我用咗二十几年，我谂下上一年睇 counselor 嘅时候，佢就无啦啦就话啊，不如你试下转下你用紧嘅嘢啊，可能你对而家啲嘢敏感，你都唔知咧，有乜可能？呢只 cream 已经好顺噶咯，点会敏感啫？跟住我就發現咧，轉咗第二隻 cream 之後，我症狀係細咗好多，輕微咗好多。原來我對我一直以嚟用咗二十年嘅 cream 咧係有敏感咯。而家就用紧呢只啦，推荐俾大家。呢只叫做 Carafate， 又系嗰啲专防湿疹嘅 cream 嚟。其实市面上嗰啲 cream 我都有试过晒，即系咩 facial gel 啊、丝巴啊，好多嘢我都有试过。但我自己觉得用过最好都系呢只咯。佢呢只牌子出嘅洗面奶我都有在用紧，我觉得几好用。第二样嘢就系戒口。对于戒口呢样嘢咧，我就真系好嚴重嘅時候咧，身邊嘅人就會關心你啦。當時我爸媽就會係咁喺度叫我唔好食牛啦，牛燥噶，唔好食羊啦，羊都毒噶。前一個禮拜咧就講緊話牛好毒啦，下個禮拜咧就話雞好多激素噶，唔好食雞啦。嗰啲鴨啊、鵝啊嗰啲更加唔食得啦，好毒噶嘛。咁我乜都唔使食啦，可以試下戒嘅，即係戒一個禮拜睇下有冇好啲啦。但係如果你食完之後你唔覺得係有好大的分別嘅話，其實我覺得唔需要戒，令到自己更加唔開心咯。我乜都試過戒啦，即係戒豬、戒牛、戒雞，試過斷食。喺我嘅情況之下就唔係好有用咯。咁當然我都有知道有啲人係唔食牛之後好翻啦，所以可以試下咯，但係唔好咁執著於要戒曬啲嘢咁樣。因為之前有個中醫師就同我講話，其實你身體好嘅時候咧，你食咩都冇事啊。但係你身體唔好嘅時候咧，一啲好 marginal 嘅嘢咧，就可能會對你有壞嘅影響咯。最好嘅方法就當然係令身體強壯起來，咁就唔需要戒口啦。我嗰陣時濕疹嘅時候咧，我試過去做 facial 咁樣啦，即係我可以 feel 到咧入邊嗰啲鋪頭啲人咧都係有啲手足無措咁樣，佢哋好怕傷害我咁樣啦。所以我 feel 到人哋好似好難為嘅時候，我就唔敢再去嗰啲美容院做 facial 啦。佢就是一個專貨濕疹敏感肌暗瘡肌膚做的一個療程，透過生物科技研發的活性成分啦，可以平衡我哋肌膚上面的荷爾蒙水平同埋菌群狀態，維持我哋肌膚的含水量同埋緊緻度，仲有控制油脂分泌啦。呢個叫咩話？叫碌面啊，粉蒸粉蒸，呢個就可以美白同埋嫩膚啦。喂，其實真的喎 ，Crystal 你睇下，係嘛？係喎，鏡頭睇即刻明顯清咗上去。係咯，同埋好似冇咁泡咯呢邊個面。好嘢，好嘢，好嘢，死都唔出聲。
要再講多次。得不呢個頭冇咁大。咁而家咧就會同你導入翻兩支精華啦。咁第一支咧就係益生菌嚟嘅，第二支就係增加翻益生菌嗰個數量。Thank you， 乾咗好多。因為本身我覺得有啲暗牙咯，本身我啲皮膚。頸同色啊，而家塊面。係咯，哇，好厲害啊呢個！佢就係一個好純粹、好舒服嘅一個療程啦。做完之後，我嗰啲皮膚係亮咗，同埋完全都唔刺激嘅，好總之就係一個好舒服嘅療程啦。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都可以試下。第三樣嘢咧，這個我覺得超級有用，就係咧。呢啲舒膚帶，你知濕疹啲人咧起身係好痛苦嘅，佢哋瞓覺咧 keep 住咁樣姿勢啦，傷口就咁樣結咗之環，你一定要喐噶，一喐咧就會扯爛個傷口。當時咧我又好 desperate 啦，跟住上網喺度揾點做好啊，點做好啊，就揾到一個台灣嘅皮膚科 YouTuber 就話濕疹嘅人咧，其實佢皮膚有缺陷嘅，冇辦法正常咁樣鎖水啦，令到佢皮膚好乾，乾咧就會痕啦，痕就會拗拗，就會痛，痛就會損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 keep 住你嘅皮膚好濕潤，有一個方法叫濕敷療法啦，用呢啲咁嘅帶咧包住皮膚，跟住你下面咧搽好厚好嘅 cream。我嗰陣時咧睇完呢個就梗係想試下啦，咁我就喺香港。一間叫做 Lollipop Garden 嘅鋪頭咧，買咗呢啲氧化新舒膚帶，啊我唔係廣告嚟嘅 ，by the way。沖完涼之後就著住佢啦，可以 moist 住你嘅皮膚，飆到乾你就補 cream。呢個方法係超有用 ，one of the best 方法。用咗一個月左右我就冇再用啦，因為我已經唔需要，已經好翻，好神奇，超神奇。之後就係另一個都好有用嘅方法，就係代替凹痕。大家知道濕疹咧最令到你惡化嘅嘢係凹痕。你拗佢就爛，爛就感染，感染就係痛，會痕，會流脓，就係咁。咁有咩方法呢？就係、是、用呢啲 alternative 啦。我嗰陣時咧就係用呢把梳啊，檀木匠嗰度買嘅木梳嚟啊。呢把梳咧係一把其實都幾貴嘅梳，我由細用到大，可能用咗六年啦。跟住咧，我用咗咁多年咧，聞落去都係有陣好香嘅木味，正。佢個頭係圓頭嚟咯，所以佢拗落去咧，你會 feel 到嗰種拗痕嗰種爽啊！拗咗咁耐冇事就拗損咯。啊，仲有一個幾好方法就係咧，因為朝早起身會好乾，起身會攞毛巾抹曬成面，要抹曬啲濕疹嗰啲位，之後再搽成 cream 咁樣啦。但係咧，其實毛巾咧係好容易有菌嘅咯，毛巾用下都會臭啦，跟住我就覺得其實唔係好菌嘅。所以咧，雖然應該會俾人話好唔環保啦，但係都冇辦法啊。咁我有傷口嘛，我就會用呢啲。純水的濕紙巾不是純水的純水是水分的水它是那些 BB 濕紙巾來的那我早上就可能拿一塊抹完整身再擦 cream 我覺得挺好這個是一個小方法跟住之後呢我 show 一些東西給大家看我那時候是很 desperate 是已經找不同的 supplement 吃這麼大兜 supplement 有什麼呢有維他命 B 有維他命 C 維他命 A 洋葱素綠茶素螺旋藻還有益生菌還有這個人知道什麼肚子之後那個人是很黐線我真的是什麼都試過我試完我覺得最有用的就是維他命 B 維他命 C 和維他命 A 因為我不同 supplement 是不同時段買所以我都可以試到哪一隻吃完之後是真的有好轉好啦那呢這個片就來到這裡了我是很玻璃心大家千萬不要在留言那裡說是什麼那麼噁心啊你抵你死啦你不戒口千萬不要這樣說你沒試過我經歷的東西千萬不要這樣說我會很不開心好啦，如果有咩問題嘅咧，就可以留言問下我啦，同埋記住留意我之後會出嘅一條關於心理篇嘅濕疹影片啊 ，follow IG 啦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拜拜。